还有珍珠奶茶的泡芙。好、啊，张亚堂又炸锅了。这个抹茶超好吃，抹茶最好吃。对面不干净的渠道，它这个就跑出来。查查自己去问我要。妈妈，你看出来吗？火爆黄喉，原来是辣的菜系哦，还有一个猪脑花，这个太绝了呀！这个好吃吗？猪脑花，加大点。嗯，我很满足吧。八个猪脑花。猪脑肠呀，黄喉，这个我要吃。香辣猪皮卷。软软糯糯，啾啾弹弹的，真不错。这一口可太也顶了，差点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再来一个。有点口味，这个。